现在人称米可白，自从嫁给身家上亿的尾牙大王后 ，you know， 她连出现在东区逛街都是走路有风的那种。哎，后门媳妇儿一个简单的 move， 不小心就露馅了。你看，接着她又晃进水晶矿物店，沉浸在闪亮亮中，久久无法自拔。感觉她很带财啊，喜欢吗？老公买给你哦。不过米可白低调再低调，心甘情愿回到最最朴实的庶民生活 ，Evelyn 买鸡蛋糕的枯燥日常，然后再悠哉悠哉的骑着微笑单车回家找老公。反正醒醒吧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，人家最后踏进的是信义区豪宅大门，你呢？娱乐动新闻。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神。报道。